哦，难受难受难受，妈，对面这宝宝顶了个大金，刚好。我知道这把大金卡的他妈刚好，很完美啊，刚好卡在官方这边大堂的下面，对面大堂的上面了。哎呦，这个大金堵呢。这把点对面大堂没点死，这还给对面大堂送了点愤怒，一速直接接罗汉，官方这边再补流云抢速度，这把点还失败了。哎呀，那只能再找机会了。两个地府的话，他必须得就是说点死人以后，就是说在最好是其实十六个回合以后是最好的啊，十六个回合两个地府一直延一直延，差不多就能延到30个回合左右了啊。这昨天晚上打的，我知道，我不是说嘛，这地府延长啊，一直延的话，就是说十六回合一直延的话比较舒服嘛。官方这边法系起来直接叫怨灵了，对面是台州湾，官方这边钓鱼岛，钓鱼岛的台州湾。这回合直接给了一手摄魂，一把摄魂防对面大堂点，官方这边地府又堵了一圈。我看一下哦，对面大堂身上3回合小死亡。今天打的刚刚看过了。我去，对面大堂直接按了一把防御，哎，这把防御按的可以。哦，今天打群雄来晚了。这官方这边这两条蛇这搞什么，河南第一帅在呢，对面我不知道，如果对战方实在是清不了这两条蛇的话，这还不如让对面大堂一会儿找机会扫掉一条蛇。这罗汉马上剩最后一个回合了，感谢666的比基尼还有比心。感谢河南第一帅杨洋的比心还有比基尼。这力劈实在不够，这就没有办法再清官方这边这两条蛇了，只能靠忍了。可以，力劈劈过去，对面的蛇飞掉。现在官方这边是双蛇，对面这一条蛇都没有，压力很大。啊，感谢一笑影如梦送的。比基尼哦，野如花送的比基尼哦。今天星期几了？今天星期三了是吧？啊，不对，今天星期四了。明天星期五，后天星期六。感谢666送的打榜。加油棒、
感谢敏 C 哥的加油棒，感谢最狠的路人甲送的加油棒，感谢老板的加油棒。暴力 PK 啊，比较暴力的 PK 就是那天不是有那个三神木林吗，没看完，还有就是点华山了，正式 PK 得先看一看，一会儿看一看官方这边跟那个紫禁城打的，钓鱼岛有跟紫禁城打，他是想防守吗？啊，感谢这幽门送的半卡哦。啊，开始卡了吗？啊，感谢老板的半卡哦。感谢老板的万物苏啊、嗯！别老整天告状，是不是？那我啥时候黑他了？冤枉我，真的，天天冤枉我啊、嗯！老板，他们这绝对是属于挑拨离间啊！想让我们俩反目成仇，看我们的好戏啊！你不能上当。什么一百万？这官方这边一生一死，官方这边还有点小难受呢。不过小死亡点死对面的这个法系了。点死对面法系的话，那官方这边我看一下哦，这两个地府可以延，这两个地府一把延的话，对面法系基本上三十回合是补上起来了。老板，我这才值一百万啊，才值一百万，哥念买二狗都是一千万，他妈我这至少得，虽然说对吧，我这不如二狗，但是我这七八百万还是够的吧，老板。他妈一百万就买，太便宜了，不行。他妈一百万梦幻币那更少了。感谢你就给我中中中送的加油棒、哦。老板，要不你先把一百万打给我吧，不用你动手了，我自己来，怎么样？感谢实在点六送的加油棒哦。现在对面压力大的，对面的压力是很大，六回合小死亡。两个地府还可以演，好的，打得特别好的队伍，哪个去的？哎呦我去，这对面还点官方这边大唐啊！宝宝给大唐卡了一个小赛，官方这边大唐更早清清先扫。哦，不对，看错了，看错了，他妈官方这边点对面呢，我对面也点官方，这对面这想太多了吧，这种情况都还这样点，
妈二十万你都接，你这是没有底线了啊！我就他妈才值二十万。150的剑吗？兄弟们，既然这，对吧？老板已经这么准备花钱买我狗命了，我这就不跟他客气了啊！有没有人刷一刷这个办卡的？我准备开专场了啊！都别拦我啊！让我喝口水，我准备喷他。我要跟我狗哥学一学啊！力武装没机会啊！兄弟们，不要拦我啊！别拦我，别拦我呀！哎，别拉我，别拉我！感谢低调的甜瓜送的办卡啊！